都开着的，不要动开关。哇，好梦幻，好热闹，好精彩，好喜庆的开场舞啊！尊敬的各位来宾，各位嘉宾，各位爷爷奶奶，叔叔阿姨，哥哥姐姐，弟弟妹妹，下午好。Distinguished guests, ladies and gentlemen, good afternoon. 我们是今晚的主持人，我叫 Connor。 我叫 Elizabeth。 我叫 William。 我叫 Karen。 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 Happy New Year! Bon année! 春节是什么？大红的灯笼，上墙的春联，手中的红包，或许都可以告诉你答案，但在我们的孩子眼中，春节却格外色彩斑斓。班夫国家公园内路易斯湖的蓝，惠斯勒的白，芬迪湾的黄，佩吉小海湾灯塔的粉，身为孩子，眼中的风景却是如此多样。传统春节应该是合家团圆、吃大餐、看春晚、亲朋好友齐相聚的日子，而身处海外的华人小朋友们，春节的脚步你感受到了吗？2016年，前国会议员谭庚先生提出了春节动议，经加拿大议会和政府批准通过，中国农历春节成为了加拿大官方节日之一。这是一件载入历史的事件，加拿大成为全球第一个承认农历春节为官方节日的西方国家。同年，在黄杏莱博士建议和创办下，一台全球孩子共襄荐举的盛会，一场全家老小共上阵的孩子们的春晚就这样诞生了。孩子们的春晚交给孩子们操办，整场晚会参演节目及主持人均由18岁以下青少年担纲，广邀全世界各族裔青少年参加，将全球青少年